之间的1024地区，那里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地形非常复杂，地震以后更不可知。我要求你们下去以后，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，搜索过程中一定要仔细、仔细再仔细。听见没有？没听见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飞狼，我们已经到达了坠机区域。送求救信号就在这一带，但山区有信号折射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坠机位置。发黄鸟，大鹏，外面能见度太低了，我想请你们能不能尝试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，前提是一定要保证你们的飞行安全。明白。希望有一天就真的完成这个任务，我相信你们也一样。我们现在擦干眼泪去完成这个任务。植被太密集了，气流也很复杂，这对黑龙的嗅觉影响很大。